选市长，想必这句听了最开心。民进党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打头阵，第一个到南门市场自治会举办的参会，跟摊商广钢节。加油！加油！谢谢！加油！录影拍照的或一定要握的手，逐桌拜托喊未来政见，先给承诺。2023它就会建好，那我相信在怎么样在验收的时候，我们的市政府有责任把它验收做完整来。那然后大家进去的时候，当然有一些相关接管的问题，那我们会跟自治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。前脚刚走，无党籍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完美衔接，没碰头，可能算主场，跟摊商就像老朋友。大家好，谢谢啦，谢谢，大家好。我跟你拍照一下吗？南门市场席开50桌，熟悉的面孔，除了感谢过去帮忙，还要继续拉票。世界级可以看得到台湾，一定要来看南门市场。那我也会尽我的全力，争取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搬家的日子。他是很有经验的哈，真的。这个活动算蛮策划性的，就连会长也推一把。同时间，国民党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也到了，气势不能输，承诺喊得最卖力，给予大家相关的经费补助，只会多不会少。未来相关电费的支出，市政府也会全力的来支持。搬出涨电价议题，强调说到做到，三方阵营王不见王，抛政见来平场。TVBS 新闻林奕杰、郑永黄、金燕四小组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